戏烟超来的，还很猛。应该搞不好是假牌组啦，但是好像也蛮不错的嘛。那就说试打看千人赛，看效果怎么样。前戏中间，神法预备，哇，跟我一样，可是他的棋手弱了点，可惜可惜。我靠，那我应该带个皮卡比较好。哦，我刚漏掉一个圣水，好，没关系。Oh my god，还是造成伤害，很烦呢。Oh my god，我这亏了，亏了，亏了，亏死了，亏了，亏到，咦，可以亏吗？不，亏掉了。我的龙宝宝也给亏了，抢啊！哎，龙宝宝就是抢，没就是无法挡，对吧？填这东西再来，我这。想不到吧，我墓碑，哈哈，OK，先拿下来。好猛，这十多人。下来吧。收集器。要养成摆收集器的好习惯。他看起来好像死了一场。Oh my god！这个猛，这个猛！我真的没东西防。哦，有了墓碑，还是不用防。好，这个他防下来了，成功的防下来了，但是我们不给亏。宝宝，龙宝，快给上！快来，龙宝！中奖，给上！Oh my god！
我的天，我根本就没办法进去，进不去。哦，另一边蛮重要的。他好像也同样进不来，那我一定要防守。红宝宝，红宝宝。闪掉，帅了，好，好，那再来一波，你挡得住吗？好像放弃了，他已经直接放弃，我守一下主场好了，好，结束了。青龙实在是强，是强，就是厉害。好，排51名的啊。我天哪，给亏吗？给亏吗？起手又不太好，我怎么跟这大神？Oh my god！这是木人呐、啊，龙宝宝我留着，中奖我也放这边。OK，你木人来了吗？木人没来，我也留着。哦，好，省掉了，哇！这兵人守得甚好甚好，我这不用守了，你只要射中就卖点血会怎么样？哦，他应该没有矿工吧？还有我球弄一下，Oh my 根本跟不上呀。嗯。可能会乱换路，好、哦，这有点危暗夜女巫的射程但我还是变成了，打同一路，就因为我射程心变心短以后，安它就不可能就是说戳很远的东西了，就这样的话，这它要个走过去一点，所以它的生命值肯定就会，explore 受它的生命的危险肯定会受到伤害的，肯定会受到生命什么，它的生命肯定会受到危险，不对，人生肯定会受到危险的，它过去。开这个，好了，他爆了，耶帅，这高手被我拿下来了，谢谢，我有节操好啊。耶！恭喜拿下来高手，开这个，都让他，暗夜女巫，哦，要不然他放歪了，然第后一个还就开个暗夜不女巫认吧。真防守，真是哦，欺骗我的感情。哦，OK，伤心哦，竟然欺骗我的感来升级一下，情升级一下，啊！不能升级。哎，怎么连续开这么多没有？我们先升级一下，算了，这也不是第一次、一次两次的事情有点黑。啊！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。好，直接拿掉了，暗夜女巫。拿下来了，耶！大神呐、啊，拿下这大神先退一呐、下，重进，重开。啊！那18名，哇，接赖这么赖来直接了。打，石头人就是屌，这是霸暗就是夜女屌，巫。嗯，结论就是这样，就是屌啊，就是强。怎么这么难开啊？暗夜女巫，Oh my god！可以，Oh my 有一个，有一个，
他怎么了？赶紧开，赶紧开，赶紧开，马上又有人了。他这隔一个来一个。谢下雪边界。哇！哎呀，牛啊！哇，这怎样直接伤害他？这个好难开，它不是追赶机制，这是特别的吗？特别细化。哦，没东西升级，升级什么呀？你们要升级什么？哎，全是满的，有什么好升级的？怎么会？谢 KEYE， 谢你的飞哥。在干嘛？好，那就开个暗夜女巫吧。可以可以，两个了，两个了。have, 有希望啊，已经开出两个了。再来一个。OK。Nice， 连开。我可以防守。开到十五个。防守，然后反推嘛。再来一个，谢谢下水边界的飞给。Nice， 三连开 ！Oh my god， 又放错了。四连，四连，是你的。啊，这个断了，断了。是你的，这场要输了。再来，五连。怎么他妈那么容易放错？今天呢？倒霉天。退一下，退一下。退一下，刷新一下排序。就是抖了吗？他商店没有啊，他们要冲排行的，所以这个要买小一点而已嘛。这不买很难受的。然后又来喽，再来，靠 ，nice 啊，十个了，有机会买啊、哦。秋莲，来，一波了 ，nice， 十一个，没机会了。十一个，靠公主，十二个，哇，爽！公主发十三个，谢下水边界的两架飞机，一下叠那么多，哎，开了个自己，就是啊，退退退，我们又要刷排序了，刷排序，刷排序，然后遇到公主就背哦，刷排序，刷排序。应该有更好的解，比如说哥布林。好，继续。十三个，四十二。Oh my god！ 他手下比较好。还好，才开了十万宝石，他这个炮升不了级还。哇，好，当我没说。好。来啊，十三个，十三个，十三个 ，nice， 十三个了。好，这个可以升级了。Oh my god！ 其实要卖卖了，没办法、啊，我这个不能卖啊。十四个，十四个，结果卖了。啊，刷排序，刷排序，换哪一只？刷刷刷刷排序，刷排序。If you shadow the night， 十四个有没有？十四个！哎呦！换语言，换语言，换语言，换英语，换欧皇语。好，这边十四个有没有？十四个。这边我觉得，哎，怎么连开这个？重进一下，重进一下。
玄学开啊，玄学开。十四个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他们射来这招。十四个。十四个。Fuck. 十。哎呦。我感觉还是中文好一点，还是中文好，还是中文好，换中文，换中文。中文还是中国人哦？为什么换一次语言就有一个开不到？十四个，这个十四好难开啊！十四个，好，谢谢宝姐。有个石头人是不是？是无可挡。十四个呀，你开这么多女巫干什么？开的姐姐。就是不能挡。十四个呀。